在敦煌石窟通往天空的藻井上，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的一页页纸张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甚至在一幅幅斑驳壁画的色彩和墙壁上的一道道刻痕里，古人都留下了无数神奇的图案和密码。每一处符号和密码，无一不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和文明讯息。它包含的不只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融汇了人类过往共通的文明精华。它是古人留给今天的一个谜语，一个暗示，还是要给今天的我们传递某种文明的启示？隔着千年的模糊岁月和光影，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来认知和解读古人的心迹？他们想表达什么呢？关于敦煌密码的传奇，要先从遥远的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开始说起。位于英格兰德文郡的达特穆尔，一座十五世纪的大教堂保留着这里曾经的兴盛。美术史学家苏安德鲁多年来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一个神秘图案的研究上。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相距不远的南陶顿，摄影师查普曼再一次将视线对准了教堂屋顶的装饰木雕。激发他不断进行创作的和令苏沉迷的都是同一个图案符号。My thinking behind this artwork was that every time I came in here, and especially on a dull winter's day, these beautiful carvings were very, very difficult to see. You were forever straining your neck and you needed a very powerful torch. And I just thought, well, actually, if we come here and photograph them individually and try and marry them into one artwork...那是一件木质的装饰物，在光影交错中若隐若现。通过查普曼的镜头，我们得以充分领略它的细节和工艺。三只兔子共用三只耳朵，相互追逐，循环往复。这一异乎寻常的设计理念令查普曼惊叹之余，也充满疑惑。更神秘的是，这一图案还频繁出现在德国帕德伯恩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铁毛是当地孔子学院的首任中方院长，一直对这一兔子图案非常好奇。Der Hasen und drei Ohr und der Löffel drei, und doch hat jeder Hase zwei. Und man sagt, das ist ein Symbol für das Leben, ein Symbol für die Fruchtbarkeit. Also Hasen kriegen ja ganz viele Kinder. Und in der katholischen oder überhaupt in der Kirche, bei uns in den christlichen Kirchen heißt es ja. 众所周知，兔子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且多被认为具有神性。但奇特的是，有关三兔共耳的准确含义，在东西方的文献史籍中都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修建于十三世纪的帕德伯恩主教座堂，是这座城市中出现最早的一处
so viel in der Welt unterwegs verbreitet ist, zeigt uns einfach, dass wir in Paderborn eben nie auf einer Insel gelebt haben, sondern dass wir dieses Symbol empfangen haben und es dann auch weitergegeben haben. It's unique in Germany. Ja. Und dann die tolle Akustik. Halleluja. Ja, 我们再把视线一路向东延展，放眼整个亚欧非大陆，这三只循环追逐的兔子被广泛应用在不同宗教的建筑和器物装饰中。是什么触发了人类共同的想法？2000年，苏和查普曼以及考古学博士汤姆在德文郡成立了一个叫三野兔的组织，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一路向东追寻三兔的踪迹和起源，途经中欧、西亚、中亚等地，最终抵达了敦煌。他们将收集的众多三兔共耳符号和相关研究汇编成书，展示了三兔共耳图案的神奇旅程。As for the meaning, that'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because, of course, it occurs in very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It occurs in Buddhism, it occurs in Islam, it occurs in Judaism, and in Christianity. Some people say in a Christian context it represents the Trinity. Islam, there are references to prosperity and longevity. 在德国帕德伯恩工作生活了近20年。为什么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三兔图案？它代表着什么？又起源于哪里？这些问题驱动着铁锚继续探究。我就开始查这个三兔共耳，在网上一查呢，发现哎，怎么敦煌也有？然后一看敦煌还有不是一个，然后呢，而且是最古老的还是在敦煌。带着对三兔共耳的诸多疑问，铁锚报名参加了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并顺利通过选拔，获得了从德国来到敦煌莫高窟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他与其他九名来自各地的守望者一起，在42天的培训时间里，将进入莫高窟隐秘的内部世界，深入探寻其中的秘密。经过1000多年岁月的磨砺，如今的莫高窟仍有735个石窟。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石窟492个，保存着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无数人类文明的密码就藏在其中。出于保护的目的，莫高窟的窟门平时都是关闭的，只有当讲解老师用钥匙将锁打开时，人们才有机会深入到洞窟一探究竟。一般情况下，到莫高窟游览的游客只能参观8个实体洞窟。因为培训的缘故，铁锚得以有机会进入一些特级保护洞窟。老师手里拿着的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是可以打开一扇遮挡风沙的窟门的钥匙，更是解开铁锚心中疑问的一把钥匙。莫高窟的洞窟各自有指定的编号，形制也不尽相同，有的像长方形走廊，有的像大厅，还有的立有塔柱，人可绕行。与之对应的窟顶有覆斗顶、平顶、
人字披顶等不同形制，窟内布满装饰，天上众神，人间众生，以不同的方式穿插在一起，幻化出一幅幅充满灵性和生机的场景。Is roughly at 12 o'clock and the year is stretching down to 2. But as the night progresses and the world is spinning, this is what happens. The hair moves. And by dawn, an artistic Buddhist monk in the caves in Magao, who come out one night on duty from his particular cave, meditating, he stares at a full moon and he thinks, gosh, that would be the most wonderful symbol to use as an aid to meditation. 难道正如查普曼所推测的那样，莫高窟三兔的含义和月亮有关？敦煌研究院的赵彦林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这块大唐云居寺石经唐碑，约捐于8世纪，碑文虽残缺不全，但经仔细辨认，仍可见石屋并行与三兔齐飞的字样。屋是太阳神鸟，故石屋代指太阳，这和后羿射日的神话原出一脉。那么相对应的，三兔应代指月亮，代表了中国古老的月神信仰。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探寻，铁锚在敦煌也有了新的发现。中国很多传统图案都采用了共生这一创作手法，且发现年代远早于三兔。也许三兔共耳就是敦煌画师在借鉴传统纹样的基础上绘制的。通过艺术设计手法啊，这样共生的这个手法，然后来看的话，应该是发端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团。那么，为什么是三指呢？数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含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这中间有三个圆圈，旁边有三个方框，它之间的比例是1:7:10，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好是根号二，根号二在
中国古代的时候，它有特别的这个寓意，它代表的是天圆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洞窟藻井的这个图案，它绘制的就是天圆地方这种传统的中国传统思想。当我们把发现三兔的地点在地图上一一标记，很容易发现这一图案呈现出明显的线状分布，而这一线条和古丝绸之路有着惊人的重合度。那么三兔这一神奇的文化密码最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怎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赵彦霖解答了铁毛心中多年的困惑。位于第302洞窟天宫蓝墙中的三兔贡耳，似乎更像艺术家初期创作的草稿，但它是目前世界上可知年代最早的一例。根据洞窟中心塔柱上隐约可见的开皇四年六月十一日字样，可推测这一图案应绘制在公元584年前后，也就是隋朝初期。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中原来的移民或者是短暂停留的过客，很可能把在中原地区看到的兔子形象加以改良，进行再创造。敦煌最早，新疆相对晚，到了中亚更晚，到了欧洲最晚，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把这样一个罗列线索罗列下来以后啊，我们可能大致能推测出来，这个图案是敦煌传过去的。有西方学者提出，三兔贡耳的图案很可能发源于中原，弗莱蒙古帝国西征时通过纺织品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等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等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东征军掠夺了大量东方艺术品流传到西方。这些说法虽然是推测的，但足以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艺术与文明的神经末梢在亚欧大陆间沿着丝绸之路的中枢已经开始了相互感知与回应。而敦煌这座小城恰是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连接点。时隔20年，三野兔成员们又一次重聚在德文郡的圣迈克尔教堂，这里是三人开启三兔贡耳神奇旅程的起点。就像相互追逐的三兔，他们在不断的追寻中探索着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It's rather lovely to have it alongside a cushion, a modern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ree hairs from this church, Scraton. And it's lovely to see these designs being reworked by modern craftspeople. And here we've go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n some respects.结束敦煌之旅后，铁毛回到德国，将自己的收获分享给了孔子学院的学生。神秘的三兔贡耳俨然已经成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文化纽带。三兔贡耳这一神秘图案，从最初的发轫到艺术的幻化呈现，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它的价值和意义早已超越了这一图案本身，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探寻未知与无穷、永生与圆满的一以贯之的征程。而敦煌，
之所以把它绘制在洞窟的藻井上，更昭示着人类对浩渺天空的深情想象与向往。来到敦煌研究院近40年，无论工作有多繁忙，赵生良都会抽时间去洞窟走一走，借助模糊昏暗的光线，阅读古人的一笔笔遗迹。那是1000多年来，无数的僧侣、工匠、画师们，以画笔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明符码，基于对人类未知世界的渴望，在莫高窟，画师们营造了一个浪漫瑰丽的神仙世界。其中被描绘最多的神仙，就是飞天。在莫高窟270多个洞窟中，描绘有4500余身不同时代的飞天，最大的长2米有余，最小的不到5厘米。一群飘逸，金带飞舞，自由翱翔，似飘似游，似虚似实，给人一种浪漫的天国想象。为什么石窟中描绘出这么多飞天？这一形象源自哪里？这还要从印度一座古老的石窟说起。位于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是印度最古老的石窟之一。瓦格拉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弯曲，石窟就开凿在河畔的陡崖上，绵延550多米。它始凿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比莫高窟早了将近500年。现存的29个洞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形象，它们往往被对称地雕刻在庄重的佛说法场，大多是裸体，或者有飘带在身上。在香气袅袅间，为佛献花、供宝、奏乐、起舞，这就是印度早期的飞天形象。在第二窟的窟顶壁画上，他们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写实，仅仅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在庄严的宗教世界中透露出世俗的艳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飞天这一形象早在佛教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印度古代的史诗里面有这个传说啊，这个众神搅动如海啊，甩成了那个水花呀，就变成了天人，印度叫做阿普萨拉，阿普萨拉就是飞天了。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摆脱重力束缚的飞天，可以说是古印度艺术家最奇妙的想象与艺术创造之一。而在中国早期的洞窟中，飞天也以一种奇幻的姿态呈现出超凡脱俗的艺术风貌。从敦煌一路向东，进入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祁连山，进山后经过9道18弯，来到一大块悬崖的脚下。这里地处未经允许不能入内的保护区域，曾经不对外开放，除了考察研究和维护人员，很少有人能一睹真容。仰望高耸的红岩绝壁，沿211级陡峭的石砌台阶涉阶而上，传说中的雕塑世界金塔寺豁然展现在世人眼前。根据目前普遍的说法，金塔寺石窟始建于北凉时期，到现在为止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面积不大的东西两窟中，有雕塑200多尊，壁画600多平方米，这里的大型悬雕彩塑飞天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洞窟中心塔柱四面的佛龛上，20余尊
高肉雕飞天雕塑群仿佛从天而降，跪拜在佛龛前。抬头仰望，群飞天极致的速度感、动态美呼之欲出，似乎下一秒就要飞身扑向人间。他们有的身穿袈裟，有的裸上身着长裙，均呈 V 字形弯曲，明显带有早期印度飞天的影子，但高鼻圆脸的样貌又呈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弥散着粗犷执着的情态美。那么这个飞天的形象代表了早期的那种，他好像身体啊比较结实，好像不是那么轻盈的能够飞起来的，但是呢也是蛮可爱的这样的形象。所以金塔寺飞天呢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石窟里面佛教石窟最早的这样一个形态。在1600年前，早期的飞天形象正是从印度跨越山川戈壁飞到中国，在经历了变迁和文化的洗礼后，演变成现在广为人知的飞天形象。演变的密码就藏在敦煌壁画中。中国古代也有神仙的传说呀，这个神仙跟印度传来的飞天它就融合在一起，都是能够自由自在的飞到天空嘛。所以在经过南北朝之后呢，我们的飞天呢就变得比较清瘦了，比较飘逸了。开凿于西魏时期的莫高窟第249窟最具代表性。在这一洞窟南北两窟的说法图中，西域风格和中原风格的飞天被和谐地组合在了一起，下部两身飞天，上身半裸，身体强壮，弯曲成圆弧形，体现出力感和节奏。上部两身飞天身着宽大的长袍，身体清瘦，轻盈飘举，显得柔和自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和相互影响，人们对于飞天能够凌空翱翔的秘诀逐渐达成了统一的共识，那就是身体要轻盈，还要穿戴飘逸的衣裙或金带。于是壁画中的飞天飘带越加越长，成为了潮流，姿态意境、风格情趣都和印度飞天截然不同，中国式的飞天诞生了。第404窟的飞天最具隋代的风格，四壁上部画家以蓝色做底，通过深浅不一的颜色变化描绘出光影的自然效果，生动呈现了飞天轻盈飞过的场景。几乎每个飞天都有不同的姿态，有的稳健，有的柔和，在蓝天的背景中给人一种脱壁欲出之感。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这是人类对生命自由奔放翱翔的渴望。当我们在地图上把世界各地发现的飞天形象用线条连接起来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传播路径。飞天从古老的印度起飞，曾在阿富汗、尼泊尔歇脚，越过昆仑山抵达中国西部，在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洗礼和艺术再造后，飞遍神州大地，又飞向更远的东方和西方，被全人类所认同和鉴赏。这一路线也恰恰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行走的路线。凡去过敦煌的人都不会忘记飞天凌空飞翔的身影。印度艺术家谢克夫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以艺术实践探索亚洲各国的共同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
他们曾到访敦煌莫高窟，同样被窟里所看到的景象深深震撼。I would add to that that the figures had fantastic animation. That means they were flying something which was not only mind-boggling, but it sweeps you away, sweeps you off your feet. 谢克夫妇使用与敦煌壁画相同的矿物质颜料，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新的细密画作品。As though they are emerging out of the wall and coming to you. It happens in Ajanta and it happens in Dun Huang as well.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brings us closer, you know, in a kind of way. Simply, you know, it emits a kind of a human warmth. 飞天在谢克夫妇的笔下以全新的形象翩然飞翔在印度的土地上，这既是文明的衔接，也是文明的共享。我们都可以看到敦煌汇总的各国的文明，在这个互相交流当中呢，产生了互鉴，然后共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同时呢，中国文明传到国外也对世界的文明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渴望飞向天空，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翱翔，飞天越过生死的界限，超越种族，超越国度，是人类对浩瀚宇宙共同的期盼与向往。而将这一重要的想象保存和记录下来的正是敦煌。如果继续追溯人类的天文之旅，我们还会发现，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启了对神秘星空的探索。在敦煌戈壁的一处露营地，正在进行一场历史星空与心灵交织的冥想。Welcome to Dun Huang, welcome to the desert. And so tonight what I wanted to do is gi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smos and talk about how Chinese conceive of the cosmos and some of these core ideas and also...史汉文作为敦煌研究院为数不多的外籍研究员，年轻时曾作为背包客来到敦煌，此后痴迷于敦煌学的研究。他期望可以通过今晚的分享，向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修人传达一个唐朝的人可能在夜空中看到的景象。These are constellations.But it actually begins with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over here. And this is for cloud divination, right? So how to look at clouds and mist. Yeah, exactly. So you can see here, for example, right? Are you saying that this is older than Arabian astronomy? Yes. What? Yes. Sorry. Yeah. No, I didn't say sorry. I actually didn't know that.This dates from about Tang. 此刻，史汉文教授向大家展示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敦煌星图的复印件，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真迹收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Contains two texts. The first one, when you start unrolling the scroll, is a divination text based on cloud formations. 这卷星图从右至左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5张形状各异的云图，
附有文字说明在占卜上的意义。第二部分则是十二张星象图和一张北极天区的星象，一共描绘了1348颗星。So it's really a document of incredible scientific precision. So you see also here represented some stars which would be almost in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So it is absolutely flabbergasting that astronomers in 7th century China were able to detect them and represent them without the use of a telescope, which wasn't invented in Europe for hundreds of years.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古代的天文学家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是如何观察和发现这些星星，并清晰将它们绘制出来的。 The stars are thought to have been sort of observed from a spot that would correspond to the capital Chang'an at the time or somewhere in Luoyang.And because the knowledge held by astronomers was very much preserved of the imperial court itself. 游走在莫高窟的735个洞窟中探秘，石汉文就像穿越到过去和古人对话。莫高窟第61窟开凿于五代，也就是公元十世纪。这个洞窟的甬道在12或13世纪被重绘。洞窟甬道两壁的炽盛光佛图中，也发现了星图中所记载的28星宿。壁画中央为炽盛光佛端坐于车上，周围有星神簇拥。上部彩云间会有28星宿神像，四人一组，双手持护文官形象，行走在云间。有关这些星宿名称确切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它们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就好像是天体定位器一样，精准地出现在每个季节。更神奇的是，这幅壁画还穿插着来自西方的黄道十二宫。这里的十二宫，对应的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方十二星座。无论是形象还是笔触画风，都令人产生一种穿越感。其中有一些星座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图案进行绘制。射手座从半人半马变成了一人牵着一马，摩羯座也从羊身鱼尾变成了龙首鱼身。西方的十二星座竟然出现在莫高窟的墙壁上，这一混搭的奇观究竟是东方画师还是西方画师设计的，或者说是他们共同创作的杰作，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敦煌，东西方星象学就已经产生了共振。在古代东方，占星术至关重要，通过观星预测未来，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中耕种婚嫁的吉凶预测，还关系到帝王命运和王室的兴衰。按照惯例，一般只有皇室指定的天文学者们能巡视天穹，给天象定名编目，并解释这些超自然信息在人世间的预示意义。和敦煌星图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另一卷较小的星图，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正面为唐帝制残卷，背面为占云气书，卷首绘有紫微垣星图。很难想象，在公元9至10世纪，本该作为政治及秘密文件的占星手册会出现在西北边陲的敦煌洞窟内。他们也许是专门为科学家们准备的文本，也许是来往的商旅或者军队随身携带的指引路途、预布前程的用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共同见证了
唐朝的瑰丽星空。So Western astronomy and astrology were influenced by Babylon, right? By Egypt, right? Of course, by Greece, right? In this mix, but China was always separate, right? So it's very exceptional because it developed this very complex system that then became mixed with, of course, life here on Earth, right? Mundane life with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emperor. And it really became a domain for the imperial court. 距离敦煌星图绘制七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440年，欧洲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星象图，那就是从黄道吉角度记录北半球星空的维也纳手稿。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人们观察和描绘星空的方式不同，但通过这些星图，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探索天空矢志不渝的决心。在世界上另一个地方被敦煌星图震撼心灵的，还有印度细密画画家拉扎罗。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名为宇宙的画展创作一系列与星空有关的新作品。让他产生这一想法的起点，就是多年前的一次敦煌之行。Went to the local museum and took lots of photographs, and one of them was a fragment of a manuscript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drawings of cloud divination. And then later on found out that there's a thing called the Dunhuang Star Atlas, and I was kind of curious as to how you'd have these two different forms of science, pre-empirical and empirical science, in one document. And that really led me to look at the whole idea of star charts, mapping the heavens, which is where the Cosmos series came into being. 深受震撼之余，也让他对星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探索人类与广袤宇宙的连结，并试图从中找到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一终极哲学命题的答案。来自丝绸之路的青金石是拉扎罗最常用的矿物颜料，纯净的蓝色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圣洁与美丽，让人联想到无边无际的天空和宇宙。 I'm reminding myself of what that actually is and what it could possibly mean. The work that I'm doing at the moment is largely inspired and a response to spending time in Dunhuang. 拉扎罗用充满诗意的方式将东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星座体系还有自己对生死的解读倾述融汇其中。循着群星的轨道，拉扎罗对世界各地的天空神话还有不同时代的天文科学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迸发的想法中捕捉一闪而过的灵光。从宗教信仰到自然科学，星图不仅仅是人类探索天空的通道，更是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一面镜子。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人们又将怎样描绘它？也许在浩瀚无边的敦煌文化艺术中，就藏有人类未知的答案。史汉文盘算着在敦煌郊区买一处农家院，养几头骆驼。这看似闲情逸致的想法，他却称之为生活在历史的时空里，或者说是活在历史深处。What the Mogao caves also do is combine human and divine, right? Human and spiritual.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materials in the caves that help us to look at ourselves
There are so many elements in Mogao Caves that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combined in a really harmonious way that aren't conflictual. In 2022, Lajalo 以星图为灵感创作的宇宙系列作品，给人视觉、心理带来巨大的触动。停驻在画前，沐浴在熠熠光辉中，眼前看到的是宇宙星空，也是遥远的敦煌。 2000多年以来， 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下的多种文化，在敦煌共生、共融、共存，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密码。我们今天所能呈现的，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涉及人类与天空密码的部分。更多的密码，需要未来的人们去发现、去解读、去阐释。 对神秘敦煌的探寻一直在路上，没有终点。敦，大爷，皇，圣爷，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也是世界的敦煌，更是人类的敦煌。它虽然远在沙漠深处，却像一座永不熄灭的文明灯塔， 照耀着人类文明一路走来的路，也照耀着今天的世界，给我们以启迪，给文明以指引，让通向未来的世界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自信，多一份从容。